沈代化和插画家王春子合作，透过绘制幽默和生活化的图样方式来改变传统文字型的农业资讯。如果小时候，让我们来认识芦笋。我的蔬食菜单今天要示范一道豆肠煮花生。玲珑营养和陈娇娇两个人毅然决然改变饮食习惯，携手同心加入推广素食的行列。